们要带给大家的这首歌是描述一位毕业生对未来感到彷徨及面临离别的不舍，相信将要毕业的各位也能体会这种心情吧。再见并不是结束，希望下次再见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更接近理想中的那个自己。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我们带来的声乐鼓掌的 YO。優しいだ